我是登田，我是 BL 的皮卡，我是 BL 的星爷。大家好，我是 T1。请问今天是练脚式新套路还是认真对战？打自己赛区的话，当然要认真对待啊。打国际赛当然还是认真啊，可是我们今天打得比较嗨啊，所以我觉得一半一半。我每场都认真对待。确定挺进八强的心情怎么样？很开心，我觉得算是应该的，因为比起 A 组，我们相对比较轻松一点。那今天晚上呢，会进行八强抽签，请问有没有特别想要先对上哪一支队伍呢？想先遇到培根，因为只要赢了培根之后，头过身就过。我想打 VGN，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赢过 VGN 一个波，除了培根，其他都可以，因为培根太强了。那今天第三把呢，异常的拉锯啊，队伍当下是怎么沟通处理的？因为我们先拿了三路高地了，所以只要让斐雷一直回去清兵就好，而且斐雷清兵能力很慢，只要拖到他残血之后开一下后排就赢了。最后跟粉丝讲一段话，谢谢粉丝一直以来支持我们，发强我们会请皮卡把我们竞赛币全部赢回来的，我尽量让你们的竞赛币赢回来。对面湾廷乐多出登板表现给几分？我觉得以新人的表现，我觉得给八分，他下后都做好做满，打得不错。我给八分，他第一次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那请问娃娃跟乐多，你选谁？这个问题我们下一集用影片给大家做分享。BL继续加油，其实不败。BL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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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